佢哋有一條村，一日之內有11個葬禮，即11個人死咗，咁有一個唔係艾滋病死嘅，咁其餘10個都係艾滋病死嘅。就是没有枪炮的战争，这个是比那个枪炮战争还要厉害，而且全是中年人，会有三代人。我们都来迟了，早点入来救灾，那可能即是更加帮到一些人，不是帮到一些人不用死，而是可以死得更有尊严，同埋啲細路仔可以早啲，即係接受，即係關愛啊，咁可以唔使失望啊。杜聰係香港一個關注艾滋病組織嘅創辦人兼幹事。两年多以来，他不断往返香港和河南省，开展在大陆的救助工作。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比不上沿海省份，90年代初期受到地方政府的鼓励，很多贫穷农民纷纷以卖血来增加收入，但是由于地下血站采取不当程序采血，结果导致大量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，河南省是其中一个重灾区。看到是即新的坟墓，是即刚刚死了没几耐，那些泥即很新正的堆砌。每次我见到坟墓我都很毛骨悚然，即我觉得下面埋葬的就是可能有些我認識的人。前天病死的。有好转吗？吃了药吗？那是有好转，是有好转，他也是天天吐啊，天天都是感冒。我都去问他，要吐我半夜我都不走了，我说我以前病了，说是当年卖血的主要是三四十岁的人，他们感染艾滋病后陆续死亡。2001年以来，中国进入艾滋病病发和死亡的高峰期，现在很多农村只是剩下老人家和细路。太狠了，哥哥太狠了，别晚上就送铁晚上干了。那你要好好照顾孙子，咋了呢？一定要培养他们成才。对呀，不是看，不是光看着下一代，我都不想活了，没事，没意思了。不要这样想，要想开一点，看着那小孩忙是吧？心酸了，家庭都不敢去。想开一点，而且你要为你的孙子要活着。老不了，我老黑娘了，大老不了。慢，我承受不了。关大门，死都是死，即系好似有大灾难或者原子弹爆炸完，冇晒啲人，家家户户都即系剩翻好少邻居喺度住。国家卫生部嘅最新公布，国内有100万人感染艾滋病，其中16万已经病发死亡。联合国就警告，若果唔能够有效防治，6年之后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将会高达1000万。我就缺少政府啊，各级组织缺少这方面的宣传，怎么预防？什么人得艾滋病啊？一说好像就是票房卖艺，对，不正规的人，不正规的人得艾滋病。谁让他得这个艾滋病？有话不敢说，不敢说。谁让他是因为穷而卖艺染上的？艾滋病监测科主任，我们有两同杜聪一起考察山东呢间防疫站嘅，就是最早拉响艾滋病警报嘅高耀杰医生。高医生是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，在1996年，他证实河南第一宗经输血而感染艾滋病嘅病例。之后他开始自费编印资料，深入农村同乡镇宣传点样防治艾滋病。
吃饭的不恶心的土壤它会有这情况。哦。啊，他要是饭后吃，他反而哪一个有？没意思。就这个。没事，饭后吃恶心轻一点。哦。你是饭后吃吧？哦，饭后吃。啊，饭后吃。啊，饭前吃受不了。啊、哦，是是是。这个村子2000多人村子，当时1000多人卖血，现在查出来的艾滋病是800多。现在国内还有500多没查。哟，这一个村还那厉害，真厉害。可是现在有一个情况，当地的城管都瞒着。在2000年，高耀杰医生去到上蔡县文楼村，当时外界仲未知道当地有大批村民已经感染艾滋病。高医生除了为村民义诊和送药，仲向有关部门和传媒反映疫情，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。到了14号那一天，已经是10001封信。佢哋啲醫生有啲係鬧佢嘅，有啲係讚佢嘅。輸血嘅。早喺1985年，中國已經發現第一宗艾滋病病例，但係直至2001年以前，政府都唔肯對外承認中國有艾滋病問題。當高耀傑醫生向外揭露河南省有農民因為賣血而令艾滋病蔓延，佢就一度被官方視為泄露國家機密。受到严密监视，我把俺妹妹救出来，说我思想反动，说我被反华势力所利用，我才知道问题大了，我退也退不出来了。你不知道啊，给我来往的人都是黑人呐。咁佢就话我屋企唔安全啦，因为你嚟，你打电话话你今日嚟咧，寻日已经有4个人上嚟，我屋企警告我唔好乱讲嘢，唔好同外边嘅人接触等等。我已经80岁，人都死都死了，活都活了，无所谓。哎，老人家什么也不怕，也没有顾虑。啊，这个挺重的，是影响面可大。嗯，没有。人家给我吧，还给我这钱，我还印着书。嗯，对吧？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，先后多次颁发健康和人权奖给高耀杰，他将得翻嚟的奖金全部用嚟印刷呢啲预防艾滋病的书，免费派发。我现在的态度是这样，你只要能宣传出去都是胜利。你不宣传出去，不讲，大家不知道这个预防啊，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对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。过去半年，中央开始改变过往回避艾滋问题的态度。去年12月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到北京市地坛医院探访，成为第一位公开和艾滋病病人握手的中国总理。无疑来到驻马店市上海。半个月后，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去到河南省考察艾滋病情况，特别去到上蔡县文楼村这个最先曝光的艾滋疫区。吴仪曾经单独会见高耀杰，谈了接近2个小时。虽然中央明确表示会积极投入艾滋病的防治工作，但是高医生觉得他的任务并未完成。上蔡县这个地方的情况，现在呀，河南不是一个上蔡，上蔡人会闹到国务院了，国家承认上蔡。就这最近就这里在尉迟，离这里有40-50里，比上蔡厉害的多。高耀杰认为中国仲有好多艾滋病重灾区仍未曝光，年近80岁的他仍然四出查访，将这些疫区逐一揭发出来。高医生叫这个工作做打黑洞。这条路上有没有黑洞？可多，慢慢打完还没办法，没那个精力。其实也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你打开了还可能要很多的协调，要很多的沟通，你不是能是在中国，你要做一件好事，并不是那么容易。不是你以为做一件好事也很容易的？哎，不是不是，你的一辈子，等等，你的孩子一辈子，孙子一辈子都是不管。
你大爷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你大爷，你大爷，你也去吧，好不好？到山东去吧，我给你先上药。行不行？你害怕我干啥的？你看我这。呢几年，高耀杰医生除咗喺中国推广艾滋病教育，亦都将精力放喺救助艾滋病死者嘅维护，一个被大众忽略嘅问题。奶奶，你有几个孩子啊？啊？你有几个孩子？我，别哭了，不能哭。不能哭，我的那个都是卖血色。我那个喊我的那哪有娘给，他那个哪能哪有我娘叫抽血啊？有几个原本有几个孩子？他弟我俩都死了，也能哪点我娘找不着，就现在就传个这吧。翠丽今年16岁，佢爸爸当年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，后来病发过身。佢妈妈亦离开屋企，掟低翠丽同佢细佬，而家由阿嫲照顾。来的时候他年纪比较小，小一点，他痛苦得很。他走的时间，他姐姐愿意出门走，不在我们家乡，他都不愿意。他是个男孩子嘛，都不愿意出到外地，走的时间很苦得很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不是他姐姐把情况给他讲嘛，没盐吃，我们家给他去他亲戚要要一包盐，5毛钱一包盐都要不到钱。佢父母系同年同埋嗰一年生几个月养嘅细嘅，佢父母死咗，两个细路唔敢翻入屋住，咁啊瞓厨房，咁啊但系冇床嗰只。高耀杰知道呢啲艾滋孤儿嘅遭遇之后，将佢哋由河南带去山东揾领养家庭收养佢哋。这个办法是个好办法，因为他有人疼了，他有父母了，对吧？啊，可是有时候不好，就是政府不配合。呢六个处境特别恶劣嘅艾滋孤儿，高耀杰都已经帮佢哋喺山东揾到家庭收养，但系河南政府喺处理转移户籍方面，一直都唔系好合作。他最近又准备去找他办手续了。河南这个事儿啊，你都不敢想，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点儿有多多。你想想，我不是光金钱问题啊，我还得有好大勇气啊。我还得给要腐败斗争。现在是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说艾滋病人已经死了，孩子问题怎么办？孩子问题要给他找个家，你不用你记住吗？养你国家有那么多钱吗？另一方面记住，养家了他们要造反了，他们要报仇了啊！关注艾滋病的香港组织负责人杜聪认为，如果不能够及时为艾滋病人的遗孤提供适当的照顾，将来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孤儿已经很惨了，还要做一个艾滋因为艾滋病而成为的遗孤，他们可能受到社会更多的歧视，而他们觉得社会对他们不公平，很多怨愤。如果现在我们不帮他们去读书，不栽培他们，不关心他们，过得几年他们大概了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流落到大城市做坏人，去抢东西，做流民，无家可归的儿童，做街童，咁会带嚟好多社会嘅问题。
对吧？就是你看他的手，你看你看多红，你看多红。中央政府最近亦都开始关注艾滋遗孤的问题，在今年年初公布的四免一关怀政策提出要减免艾滋孤儿学费，但是政策落到地方政府有没有足够资源去逐一执行就好成疑问。可能不是说可以帮到很多人或者很全面，例如孤儿的定义现在还未曾很明确，根据中国传统民政部门的定义呢，是要双孤才可以变成孤儿。双孤的意思就是说父母都已经死了。华中地区的艾滋病患者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劳动人口，这些农民一旦病发不可以落田耕种，家庭收入大减，下一代被迫停学。如果有人给你两个孩子读书，你愿意给两个孩子去读书吗？现在这个孩子这个这个帮助钱也没分钱，这不是没有去给钱吗？那都是按照情绪里给的钱，大家把药拿过来，要抽一下嘛，要给。我帮你想想办法。这个上路里没希望他们两个能读书。他重复也读，他娘没说。你看一下他娘。这三个还是？三个那个出去打工去，去喂他姨去了，上他姨姨家去。那这个干嘛也不上了？这个几岁啊？十五了嘛。这个十五了。那应该去上学、啊。那不是他爸病没钱上不起，上不起他感觉好像不那子的，他不上。丽丽，你还愿意上？还想上不想上？是吗？不上。可以的话，回去读书，多读几年书。那哥就好明显咧，系睇住自己父母咁样，即系成个家庭睇住成个家庭嘅衰落咧，佢系有影响，出声啦。佢又自动退学，佢话佢爸爸上年五月死咗，佢就唔读书啦。咁即系佢生性咯，佢知道自己屋企负担重啊，爸爸死咗啦，个妈又有艾滋病，咁佢知道佢读。咁佢自動，咁同埋佢被歧視嘅學校有人睇唔明佢，咁我諗呢個都係嚴重嘅問題嚟。為了多少？我再去看。杜聰所屬嘅關注艾滋病民間組織喺河南開始工作兩年幾以嚟，而家一共為內地1200多個艾滋孤兒交學費，令佢哋可以重返校園。杜聰認為。除了助学之外，这班小朋友最需要是社会的关怀，弥补他们失去父母的伤痛。若苍天有灵，用心感知每一个孩子真诚的呼唤，妈妈还我一个幸福温暖的家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，今生今世永相伴，无论将来命运如何，我的心永远属于你。做一名教师，首先做到认真负责，对工作一丝不苟，要向那些与人学习的和蔼和亲、温柔体贴。当一名幼儿园是我的理想，自从我看到杨丽薇做当一名医生是我从小到现在的理想。我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，亲体验家里有病人的痛苦，所以我就当一名。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下一代的小孩子有很多很叻、很有潜质，但是社会的条件和环境不能够给他们去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。艾滋病更加令到他们原本有的很多社会的东西都更加失去了。这个小小的小姑娘啊，你去哪都给我去了跟我说，他说我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，都不知道可以活得多久。阿聪，我想帮我承继了我
嗰六个回家了细路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谢谢。相对于成千上万嘅爱之孤儿，呢六个有人收养嘅细路仔，只系幸运嘅一小撮，杯水车薪。高耀杰医生同杜聪并冇把握打赢呢一场没有枪炮的战争。哎呀，走一天算一天，嗯嗯，走一天算。现在看来比过去走的还稳一点。咁我嗰阵时系好辛苦，即系觉得做嘢做唔完，或者好似做咁多嘢都于事无补。你揸住一桶水，咁但系你系要救一场好大嘅山火，咁你倒一盆水去，你都好似于事无补咁。咁但系后来觉得，如果能够有一个小朋友能够读得成书，令佢改变佢一生嘅命运，等佢能够成才做人。咁你所做嘅所有一切都已经系值得了。